那水梨最后放，来来来来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好来，现在先淋上我们的优格酱。好，优格酱。好，轮流轮流 ，OK， 轮流来哈。水梨是最后才放上去。对。好，优格酱，来最后。优格酱。那这边现在点缀一下。点缀一下，对，看你要是放着就好，还是用插上去都 OK。哦，现场做的很漂亮。刚刚讲到一介绍了哈，就是欢迎介绍哈，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，非常了解。